你一份爱心，帮助土耳其赈灾，邀你一起共善。澎湖马公最热闹的北城市场，五个出入口都可以看到慈济志工。响应共善的人潮络绎不绝，大家都想为土耳其尽一份心力。感恩，谢谢祝福你，谢谢，真的很感恩，就好。肢体障碍朋友点滴付出，更是弥足珍贵。除了定点劝募，也穿梭四处，希望接触更多的人。大的会去拿的这个沉甸甸的那个竹筒，就塞给我们这样子，真的是满是感恩呐。这几天金丝堂捐款民众特别多，小朋友也爱心不落人后。阿刚在家里跟阿宙一起看大爱电视台，看到新闻，把他们自己的零用钱，拿来要拿来捐，然后他们两个也跟阿宙劝募，阿宙自己的那个压岁钱拿来托他们一起拿来捐。台湾无以为宝，以爱以善为宝。土耳其地震再次印证了这句话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秋对澎湖报道。